官八曰：事君笃而不显，与人共而不交，事必其所生，功藏于无名。是指欲能去，言山其无用，以守不避人，以轻退廉取。意思就是说呢，对待君主你要忠心耿耿，不要显达自己。与人共事的时候呢，就要谦虚，不骄傲了。在官场上不要争权夺势，不要追逐功名，做事情就要善始善终，不要说没有用的话，始终要坚持自己的品行方正，清正廉洁的做人。这是直隶总督孙家淦所写的。而这个孙家淦呢，他是辅佐过康熙、雍正、乾隆三朝元老的，这是他晚年他对自己一生为官的一个总结了。两侧呢雕的是团鹤，团鹤代表的是文艺品大员。你像这扇作品，同样是我们总督呢，它是军政合一的。这扇作品呢是由荷塘木雕刻而成的。来，咱们客人这边请，咱们再来看东侧这间。两侧呢是他们各自的藩篱，而他们二人来到总督署呢，就是为了拜见总督李鸿章的，为了是解决朝鲜的问题。你像咱们今天能够看到的整个画面，都是还原了当时真实发生过的一个场景了。六年的偷回来的珍品，但是呢，这些珍品它并不是总督当时用过的了，这是当时那个时期的民间搜集回来的。是那个北京故宫博物院啊，为了支持我们工作，这是在1995年的时候。给我们拉了一大车来，啊，因为北京故宫博物院，收藏的物品太多太多了。退休之后，我们通过外交部的领导啊给他联系，他又把这张照片捐给我了。这是李鸿章过70大寿的时候照的这张照片，也是一级文物。咱们观察一下，眼前摆放着四个瓶子八把椅子的，它有四平八稳的含义了。而咱们眼前看到蜡像，就是曾国藩跟他的夫人欧阳氏。这位欧阳氏，她就是曾国藩的老师欧阳凝脂的女儿，乍家闺秀，贤良淑德。晚年正是由于夫妻二人身体不好，所以说他们当时呢都是分开居住的。咱们也看到了东西两侧各有一间卧室。小孙子都70多了，就和那个袁大总统的，就袁世凯的孙子一块来的，他们在天津居住啊，我接待的嘛，就成为曹锟的大本营了啊，就是指挥了1920年，就民国9年，也这个指挥了直皖战争，打败了段祺瑞，1922年，就民国11年，4月份又打败了张学良父子，啊，1923年。啊，10月份，不是说的是会选总统嘛，是吧？竞选大总统，都是在这个院指挥的。他就在这办公啊，他住呢在西大院，啊，就隔壁居住啊，办公室在这里，啊，就是在我们保定就在这里发生的。后来呢，1926年，奉系军阀就是张学良啊，领着东北军队占领直隶省省会保定。张学良还在这里啊办公了2年将近，他那个很多资料回忆录上都有啊，啊就在这儿啊，就在这儿还办公了2年。后来北伐统一之后啊，啊1928年，6月28日，国民政府把直隶省改为河北省的，啊就是后来咱们国民政府吧，啊打着叫国民党的河北省政府也在这里办公。后来汉奸呢，就是抗日战争8年。啊，日伪河北省政府，就是汉奸河北省政府啊，也在这里办公，后来又成为共产党的，就是共党的啊，这个河北省政府也在这办公，后来又成为共党的保定地区委员会，就是也叫保定地区行署，也在这里，最后一个政府机关，也是说最后一个衙门，就是中共保定市委。啊，中国共产保定市市委啊，啊，也在这个大院办公。1990年11月24日，中共保定市委才从这个大院搬出，我们正式成立保定直隶总督署博物馆。现在是这么回事儿，这个直隶总督署是全国重点文保单位啊，在台湾来说就是一级古籍啊，
啊，一级古迹啊，一级古迹，我们叫全国重点保护单位。二级呢叫省，和就比如河北省我们保护单位是这样。三级呢就是保定市我们保护单位是这样，这么分啊，分一级、二级、三级是这样。所以说呢，从这个原厂。